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视频之美中局势。今天是2024年3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下午时间。这个习啊，在北京啊，输出一顿 PUA 的表演是吧？展现各种个人的忽悠水平啊，欺骗、蒙骗的啊，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不管用的啊。不管用的结果啊，你看这个没人会认为。中共是真正的，是吧？从一只邪恶的魔头啊，变成一个，是吧？小白羊，赵乐际啊，在博鳌论坛上，博鳌论坛亚洲论坛上，赵乐际大家知道是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中共所谓的啊常委里头排名第三的，是吧？直接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啊，不点名的。意思是啊，这个让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霸权霸道，并且说美国的霸权霸道危害深重啊，然后说把世界推向分裂啊，对抗，说美国，说美国基于国家安全正在啊这个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矛盾冲突接踵而至。霸权霸道危害深重，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是吧？但他没有点名的，他都知道说的是谁，说当今世界啊啊，中共那是什么？这世界里头唯一的和平力量啊，唯一的爱好和平的啊，爱好发展的正义的力量，要全世界联合起来反美。你林女士听到这首啥感觉？分享一下你的。第一直觉啥直觉啊？这个我记得就是在前两天，就是习他接见这些美国的外宾，我觉得他不知道是陆德先生还是其他嘉宾就讲说，在欧博论坛里面其实应该是了无新意的，因为他会讲的这些重点，其实在习接见外宾的时候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就是如果有效果的话，就会有效果。那如果没有这些真正的经济上面再能够更深一层的交流的话，然后真正能够让美方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全球有代表性的这一些大厂能够再投资中共国的话，那你这个欧博论坛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建树的。所以我记得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看到赵乐际这样子讲，就想到说，就是像陆德先生讲的，真的是已经看到中共国自己小命不保了，所以希望祈求欧美让他有一个再喘口气的机会的感觉，但是表面上呢又要讲的非常的就是义正言辞，这样子感觉就是一个泱泱大国，这种风范不能够失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其实中共他在这一轮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其实是失血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周的股市，包括香港的股市啊，还有深圳啊、上海的这一些股市，都是非常严重的下跌的趋势。那包括美国对不起，那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啊、楼市啊各个方面的这种萎靡不振，还有年轻人的这种失业率，这个在在的都讲到中共他其实没有真正有一个领头羊的，让人家可以去投资或者可以去作为创意的这种串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科技。他没有办法去做出这种创意创新，然后他也没有这种活权，所以你在整个全球的带动方面，其实还是以美国为主要的这种科技领头羊来带领全球的这种经济的走向。那中共国他一直要说所谓的反间谍法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什么贸易保护啊，这种相关的可能会影响到中共
国的这个经济，那它等于是很多的自己的政策，包括对内对外都是互相矛盾的，所以你让外国人要去投资，但是你又有这种反间谍法去伤害，好像就是一个刀刃，就是架着外国人、外国投资人，或者是外国真正要来做生意的这一些大老板，你又以这个反间谍法去要绑架他们，他们怎么敢再来中共国去做进一步的投资？想要跑都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就是中共国他的这几个领导人他们所做的这一些法案，或者是他们觉得他们的这种外交啊，还有各个谋略啊，战略的谋略的布局，都非常厉害。但是这种厉害到人家看得出来，你的这种互自相矛盾的这种状况，其实这个都是造成现在中共国自己本身还有习共自己本身非常窘迫的处境的原因。这是自己一点看法，陆德先生，谢谢。中国国防部也在这坚决说反美啊，反对美方凭空制造敌人的危险做法，说美国2025年的财政联邦政府预算草案，国防预算飙升至8952亿美元，说2025年的啊，现在正在申请中，并将威慑中国有关预算增加8%，然后中共是个吴谦，国防部发言人说美国获得更多军费预算，一再拿中国说事，编造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这种凭空制造敌人做法，在战略上是非常危险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不想威胁任何人，但谁的威胁也不怕。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是任何人和势力都无法阻挡的。你看他这前后矛盾啊，这里自己在发展壮大，然后那边说美国拿中国说事，说美国说凭空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你看这是不是自我打脸，是吧？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啊就跟大家说，美国就在军事上在全面啊，就这种预算的增加就是对着中共去的，说白了。就是要彻底解除中共的全面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就是其装备，就是武装。说白了，中共的统治没有他的这个武装力量，他的这种说白了，一分钟就倒垮台了啊！他对世界的威胁就主要就在这里，一个是核，一个生物武器，第二个就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各种嘛渗透、超限战，然后再玩假片头，它是这样一个产业链的。要搞清楚这个产业链，所以要从根本上瓦解，说白了就是军事啊。林女士，你怎么看？分享一下。对，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路德社的节目都是非常核心的，因为在过去的这些4、5年当中所奠定下来的对于雷曼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而且这些准确都是最核心，是去瓦解，而且去击破中共国的各个在他们自以为是非常精明的部署。那这一些深层的这些情报，都让雷曼提供给美方或者是五眼联盟。那么对于中共国这种邪恶的，你看，包括他对于这个恐怖组织的支持，包括非洲的很多这些军事政变啊，还有其他的相应的，除了中东之外，还有在全球各个国家，你看光今年100多个国家或者是地区会选举，但是都有看到中共国或者是中俄协同，或者是包括其他的俄罗斯影响下的这些古巴的情报网络啊，或者是中东的这些情报网络，去影响到各个国家，他们的这种政治的走向。那这一些借着这种深层的这个包括像中联银币来颠覆这个国家它对于民主法治的这一个选择，其实这种危害，我相信全球现在都看得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有雷彦禄一直不断的去把这个最核心的关键点
也透过严博士他在英文世界非常精辟的这种解释，让西方人们去感受到这个中共国的这种危害，其实真的是不输苏联那时候，而且也甚至就是跟苏联是不相上下的这种威胁对于全球。那这个当西方人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不灭就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像我们了解到纳粹的危害跟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对于一个地区、对于全球的这种渗透，而且这种危害其实是更深的。所以，共产法西斯这一些概念，如果说没有在地球上彻底消灭的话，即使这种毒瘤是一直不断的蔓延的，那可能现在是以中共国的面貌，那它又会以其他的这种强权或恐怖组织的面貌，在各个地方现行。所以，我觉得这个越来越看清楚西贡的真面目，那这种把它真面目撕开之后，怎么样去处置它？其实也是指日可待的。那也是非常感谢中共国，它最近的这种加速。那它越加速，其实是反而更快速的让西方世界更赶快把这个中俄给瓦解的这个进程。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在之后会应该有的这种趋势，陆子先生，谢谢。好，这个美国啊，2025年的国防授权法案现在在做预算，说实话也是对着中共去的，对中共方面啊增加8%，与中国威胁有关的啊，那太平洋啊、印太区域，这所有的都在里面，是吧？还包括很多情报活动啊，中共知道啊，这才是真正灭共的，全部的这个所有的里面肯定包括很多行动任务啊。2024年这才刚开始，这2024年，2025年的国防预算又在2024年基础上又增加这么多，是吧？2024年这才刚开始几个月，大家就已经感受到了，是吧？这个中共啊，基本上各个方面都在逐步瓦解中。美国的力度是很大的，是吧？这就是啊，习之所以紧张的地方、着急的地方，他知道如此这个趋势下去啊，这个原先的还说白了，美国的还没有使出全力出来，只是一点点啊加码，还没有到一下子全加码的这个地步，这一点点加码就让中共已经吃不了兜着走了。很可能啊，很可能会几个月之后就中共让中共打回原形。什么叫打回原形？说白了就是，啊，你他妈动不动吹牛逼啊，这个有钱那个有钱，然后是吧？你的所有的经费给你打没了，是吧？你没钱来支持起舆论战和认知战，在海外搞渗透、搞黑客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打回原形了，啊，就跟当年日本一样。是吧？全面封锁打回原形的时候，说什么只能吃老鼠啊，他们饭都没得吃啊。前苏联也是一样，最后饭都没得吃。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不要忘了点赞分享，谢谢林女士，再见。